分享是爱，爱是分享。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五个分享。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 TP-League 新品。一想到凯尔特，大家有没有想到凯尔特人呢？这次的包装峰会是一把长剑，包装的背面是凯尔特勇士实物的峰会。打开，素体的注意事项。黑金色的搭配相得益彰，这是第一层的布局。第二层的布局，这次凯尔特勇士呢也有一个情景地台，咱们现在直接看地台。地台一共分为两层，第一层是地台的配件，两颗骷髅头，这个骷髅头的下巴呢并没有嘴。 OK， 中间是一个皮带连接的，一个旗帜，再加上一个旗杆，旗杆上方同样有一个战损的骷髅头。这个旗帜啊，是不是有点像魔兽世界里面的部落的感觉啊？很像。这个旗杆呢也可以给魔兽题材啊用一用，或者是半兽人一类的。旗杆的下半部分外面包了一层硬的材质，然后里边是一个实心的铁棍。旗杆的整体长度约为40厘米左右。地台的第二层布局就是它的下方的主体，黑色的铁质蛇形软管支架。看看地台，地台整体方面的一些设计，这个地台是有一定分量的，1178克，2斤多的一个重量。 TBL 的情景地台呢，我说心里话，做的是真不错，给一些拍官图包括评射的玩家还是非常比较重要的一个东西。而且 TBL 的情景地台呢一般都很便宜啊，你可以试想一下，做这个东西它需要一定的时间，它每一个地台都是需要时间的，并且每一个地台都是需要涂装的，就是如果这么算的话，100多块钱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值的。骨头的装饰，然后并且有一定的旧化处理，另一侧这个位置也是做了旧化的处理，这个位置是插旗杆用的，然后这个孔洞呢是插蛇形软管支架的。跟大家说一声，这个地台真不错呀，这种红色的直发呢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的，并且这颗头雕我个人觉得还是挺好看的，虽然它有点似曾相识，我说不出来像谁，但是呢还是挺好看，个人看的话这颗头雕还是挺好看的。正常观看的距离，如果满分5分的话，你们觉得能给它打多少分呢？这颗头雕我看起来有点像，反正比维京女战士要好，因为维京女战士那颗头雕它的眼睛有点突出，这颗头雕虽然相似，但是我觉得比维京女战士头雕要好看得多。一个面甲，面甲的正前方有一颗红色宝石的分色涂装，一个脖子上的镜甲，一对手臂的护甲，后方和前方的样式，一把长剑，这把长剑的设计看起来就挺凶悍的，握把处的细节，剑身处的涂装，一对小麦色的松弛手型，左手指向性手型，右手握持的手型，一个圆形的盾牌，上方有一些简单的图案，并且做了一定的旧化处理，而且里侧可以看到这个里面的一些小细节做了一定的刻画。盾牌的后方是一个把手，然后还有一个可以加固在手臂上的弹力绑带，一对小臂上的套袖，下方还有人工毛的设计。最后一个配件是它的红色斗篷，红色斗篷上方呢是一个有点像类似于帽兜的这样一个样式，周围呢都是有铁线可腰造型的，开合状态下的斗篷样式也是有铁线可腰造型的。斗篷整体做了一定的旧化处理，斗篷的下方还做了泥渍的旧化处理，后方也是有的。斗篷连接脖子这个位置看起来缝上了，但是呢我觉得一体性会更强一些。接下来就是人物主体的部分，这款素体呢采用了小麦色的肌肤，并且这身铠甲呢它是一个连体式的。老粉丝应该知道我第一期 TBR 做的是闪电女神崔斯那期视频，我个人对那一款的情怀是非常非常重的，因为当时我觉得那一款它的这个服饰虽然它是一个胶皮的非常薄，但是能做到那种镂空的结构，我个人是非常非常满意的，那是一个4年多的产品，我现在记忆犹新，那也是我第一期 TBL 的视频，难以忘怀啊。这一套连体铠甲呢，我个人觉得不失性感，这个设计啊很符合我的心意啊。下方的这个小细节有3个铁环，这次其实给我最大的惊喜呢是它的靴子部分采用了布质的材料，鞋底的部分呢采用了硬性的 PVC 材质啊，
这个颜色呢大家也都看到了是吧，绑带的部分采用了人造皮革的材质，然后用的这种真实的金属扣，它这个靴子呢是连体的，并且保证了一定的可动性，我觉得这点设计的是蛮不错的。整体素体的部分一体性也是非常强，素体的可动性不需要再展示了，大家自己脑补吧。好吧，如果大家非常想看的话，如果评论区超过十个人想看素体的可动性的话，那么我就在 B 款的视频给大家展示展示，好吧。这次的凯尔特勇士实物到货之后呢，给我真实的感受还不错。红色的直发头雕搭配整体的效果有点像神奇女侠的风格。这次的直发两侧有红色的辫子，其实后方还有一个隐藏的红色辫子，所以这颗头雕呢一共是三条辫子。这里呢跟大家做个补充，值得一提的是啊，这款鞋子的部分其实 TBL 完全可以做一个胶质的材质，但是呢它还是做了真实的材质，挺不错的。之后的 B 款视频过两天也会跟大家见面，大家记得多多点赞多多评论，如果评论超过十个人想看可动的话，我就给大家掰一掰。还有就是我个人还是要推荐一波印度那个题材雪山女神黑色皮肤，这款真的挺不错的，真的挺不错的。这款地台的方面呢我觉得还可以，这次带旗帜的整体高度约为45厘米左右，整体造型推荐就是我给大家展示的那些效果，购买这款小伙伴呢在家里摆放的时候可以做一个参考。好，以上就是今天的视频全部内容了，分享是爱，爱是分享，我们下期凯尔特勇士 B 款的视频不见不散。